美丽景色来看到每年的九月份，讲是台湾暖秋的开花期。今年哦，伫咧溪湖镇东螺溪的台湾暖秋崩空，因为顶个月雨水真充足，和这个开花状况比往年较旺盛。溪湖镇产业观光发展协会表示，讲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是台湾暖秋花空上盖水的时阵，想要赏花的乡亲哦，会当把机会前往观赏。这是去年溪湖镇东螺溪台湾暖秋盛开的景象。今年台湾暖秋的花孔将比去年更加旺盛。溪湖镇产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秀玲指出，每年的九月是台湾暖秋的花期，因为今年雨水量真充足。因此今年有机会欣赏到更加美丽景色。现在是九月份了，也正值我们台湾栾树正要盛开的季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后面的台湾栾树目前大概开有接近五成，那我们预计呢在九月底之前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我们的台湾栾树四色树的一个观赏期哦。那今年因为我们在开花的季节前面刚好有一阵雨水哈，让我们的树叶还有我们的花序都开得还不错哈，所以呢也影响到整个绿色的隧道一个花期的部分。那如果民众想要来这里观赏花期的话，大概在九月的第三个礼拜第三周之后到十月中旬，都可以到我们的台湾栾树绿色隧道来观赏美丽的花景。台湾栾树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色色树，每年秋天就是台湾栾树展现多种色彩时期，民众到时阵会当把握机会，揸着相机翕下上美丽在地风光。多种华新闻综合报道。